本来今天都不应该补的，这都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但是我一寻思，这不行，这不直播，这有些兄弟怎么办呢？我们织的那张大网。全军出击。我这个月真不能再熬了，我熬不动了。我这个月真是熬不动了。我这个月头一回，二十几号来着，二十一号，猴哥观察室录到四点，也是跟今天差不多。完了，我去录欧莱雅广告，录到凌晨三点。录完三点四点吃了个饭，回了个酒店，回了酒店五点钟直接去机场，去机场六七八点飞机，我在那等了一会儿，哇刺儿刺儿刺儿，然后今天，十一号是吗？我都有点神志不清了，你看到吗？第一次头哥观察室是十一号录的，广告十九号，今天是二十七号。吃口屎！我刺儿刺儿刺儿，再见！我就刺儿你三下就完事儿。起立！刺儿刺儿刺儿，一换一，还行吧。可以接受，我们还是 AP 宠吧，咱就不幼宠了。最后再把那个装备给换一下子。沉默，起立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哎呀，哎呀呀！起立，沉默，刺儿刺儿刺儿，刺儿，起立。沉默，刺儿，翻，我死了，我翻了，我的虫子翻格了，来个皮孩吧，过分了啊，有点过分了，我生气了。你的嗓音就是世界的祸害。
是你们非得要惹怒我。一会儿我决定了，我们沉默完起立就跑。一会儿先跟婉豪打一下，沉默，然后接起立，然后就开始跑。哥，你看这个皮肤，你认识他吗？我不认识，但是好可爱啊。他是哀将，刺儿，刺儿，刺儿，沉默起立，再见。我说停停，我不打了。哎呀，这玩意儿挺难打呀，打我身上好痛啊！这我起立，车你都不补，我给你个沉默，车你都不要，你要干啥呀？哎呀！有点恶心。完了，一杠四了。闪的感觉闪的有点快了，稍微的慢点闪好，闪快了。那婉豪那个大招落下以后有90%还70%的减速，也走不动道。头一次看见猴哥被爆锤，那说明你是头一次看直播，你需要赶紧给我办个卡了。干啥呀呢？啊！哎呦我去！哎，这人愣头青啊！哇，他都不走位，他抹的走位。你要来呀，鑫哥，那你快点来呀！愣头青，俺们也没办法呀，快点来呀！谢谢艾迪。没得走位。这个人，慢慢抠他。这个人的走位薛微是有点飘忽不定啊，我有点无法理解他的走位，真的有的时候啊，这走位有点难受，给我整的。换了吧，500块可以接受，让我下当了。抠不中，为什么要组抠？他瞎跑，那肯定抠不中。他一会儿前面，一会儿后边的，谁知道他到底打不打这人？慢慢抠吧，着啥急呢？真是的。不要着急，破败了吧？杀我好几回呢。水银海，啊，可以啊。
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套了个点盐啊，还行吧。真是不让人玩啊。不过还行，俺们家这把队友挺厉害的，抓抓吧。11分钟你已经死了7次了呀。那他一直抓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你是因为太坑了吗？没有，他抓了我3回啊。俺们队友不十杠，你怎么也开始就是只看战绩了呢？你没看见俺们家是优势局吗？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这局你要躺吗？对，不是这局我要躺了，你这个资源这都是对立的，你知道吗？别跟他打了，信哥，饶他一命吧，给我点面子，行不行？哎，哎，你不一定能打得过他，你等他技能好了，你打不赢他，你7级打10级算了吧，不行。这拉倒吧，拉倒吧，给我个面子，行不行？别上了啊，别上了，给我个面子，信哥，今天俺们先不安排他。这小板猴先让他狂一会儿啊，不急。谁的？算是。被单杀多少回？那你有人赶着肯定被单杀呀。那人家拿优势，他还单杀不了我，他不菜吗？对不对？我觉得你这局的虫子可能长不大了。不可能。虫子想长大，那是随便长的。我吃个小兵。有的时候你无法用你的硬件来压倒对手，那没办法，人家有打野。咱也不是从一开始就被一直单杀，对不对？这是怎么追着我的？哎，他移动速度这么快啊，我都给他减速了才能追上我啊，我佛了。没事，俺们家已经13-23了，这都小问题。他现在是破败，我们一套技能打他不一定能打得过。哦哟，真地痛。哎呀，挺有意思啊。这都没打死，哎呦，真是吐了，差那么一内内。这波应该差不多能跟他打吧？不行。
就是世界的祸害。去中路混一混去，捡两个人头的。体力漂亮，没有啥技能了，不行算了。刚才差三级，越级把他杀了就好了，没杀掉，差一点，差了点运气。侠大，打个峡谷先锋吧，兄弟们。先吃狗屎。哎呀，又下当了。体力，铲墨，刺儿，推推棒，停雷走位。这亚索干啥呢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可以直接上高地呀，这管他干啥呀，不需要管他。Nice。换来一个炮车。怎么的，欺负人是吧？啊，欺负我，我踩你，一个辅助他都敢这样拗你。那你还没有想到你有今天。我踩啊，你要被辅助。快点快点，给我过来，给我杀兄弟。小王八犊子欺负我啊，我在等队友，你在等什么？一个琴女要杀我，我这叫勾引成功，我们这叫勾引成功。差一层，六层。这不还是变大了吗？那大虫子想变大还是很好变的。我看看啊，我们差杀谁呢？蛤子跟探险家没杀过。你没有很大呀，就大了一点。我这不比他姐大吗？这确实有点过分了啊。
这小黄毛怎么的呢？我这推推棒是杀不了你了是吧，小黄毛？刚才那琴姐的走位我就知道他不平凡，原来他零杠十。零杠十跟二杠十，所以他啥也不怕嘛，对付这种愣头青我们属实是没啥办法，兄弟们。另外其实凯瑞了这么多把也应该躺一把了，该怎么办？起立！救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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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救救！起立！我的蓝不够啊！我的蓝现在只够放一个技能。这怎么办呢？这晚豪都开始往这儿跑了吗？这晚豪，快点来，迅哥，那里头有个牙锁。算了，我先回家吧，我先回家，我先回家。这边先不打了，这边先不打了，这打的我这有点打不动了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干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不让回家。这晚豪咋的呀？这是什么伤害？哎呀，这个虚区确实是有点高了。哎哎，赵信！还确实有点高，咱还是别野他了。我看了眼他装备，我感觉好像还一般般吧。我这两千多来滴血，他咔嚓给我秒了，我当时我就傻了。打个大龙啊，兄弟们！来条大龙吧。我问你，现在的战绩让我看一下。他一杠十二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就是买了解一下对面辅助现在什么技能。来这儿不？来这儿蹲一手，可以蹲一手，其实。我今天必须得杀个人了，我发现。但没有队友，我不敢上啊。哇哦！现在你又可以和你的战绩一样哦。在这儿等着关的，没办法，咱不能先上，先上必死，指定都挨欺负。漂亮，给我推！
把他高地给我拿下。晚豪其实很脆的，他在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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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牙卓也很脆的，投降了，进。老公，恭喜你成功躺赢了一把。谁多了是应该躺一把的，兄弟们。能、